鲨鱼的时候受伤，好可怜。我是说那些鱼，家乡的味道再臭也是香。如果换作是我哈，也会这么做。你看，薪水那么少，当然要想办法赚外快啊。要不要我帮你把钱赚回来？以后你把货交给我，我认识的欢闹，价钱更好。到时候七三分，我拿三。不要了，一人一半，五五。还真的嘞，二八要不要？你去找别人好了啦。圣满牙兰。你说什么？我说生命很脆弱，跟他们一样。那不然，二八。你真的不懂我。就三七，你七，我三。少来。好了，照你说的。哎，啊，所以说二八还是三七啊？痛吗？刚刚你教我爸那首歌是什么意思啊？那首歌在说，我向着我爱的人看月亮的时候，一直看，一直看，一直想，一直想。想到天都亮了，不知道他爱不爱我。在越南有老婆跟小孩，我知道，没关系啊。我们今天不需要承诺啊，你给不起我要不起。
好了，一、二、三。Happy birthday to you. Happy birthday to you. Happy birthday, happy birthday. Happy birthday to you. 大家请。哇！祝德好，生有必备。公安会不会通？唐恩一代，公民都听平衡。会烫吗？这样嘞，这样不还好了？有。哦，太棒了！安妮，这边怎么又受伤了？嗯、你又在工地顽皮了，是不是？嗯。嗯。痛不痛？不痛。爸爸有没有帮你擦药？嗯，不是。爸爸，爸爸没有帮你擦药。嗯。爸爸嘞，你自己擦的。这个阿姨。什么阿姨啊？他会讲越南话。越南话，我猜không sao đâu thôi mà thôi anh cô ta là ai là gì这样是我老公吗小曼，听不懂是不是啊？你就是问他，知道你是我老公。小曼，我到了，哎，上班扔定了呗。啊？高大有人玩的过度闷。Vậy thì anh nói rõ cho cô ta nghe, nói với cô ta em là vợ của anh. Để anh giải quyết. Là gì? 讲清楚。是谁？这是谁？没买没来。小兰，够了，够了，够了！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？你怎么这样对我？她是我太太，我越南的太太。Cô ta là người từng của anh đúng không? Là người từng của anh đúng không? Anh nói đi.
听阿豪说，他现在找房子，找到以后，希望你搬去跟他住。你会搬去吗？不会。他会同意吗？他很善良，再吵也不会吵太久。他很善良，也很痛苦，跟我一样。以前我不想逼你做选择，但现在我们谁都不能再逃避了。两个家，你只选一个。你不要这样啊！你现在能怎么讲？想啊！那你去台湾，证明给我看。小烂，我说过了，如果你要坐牢，我就等你出来；如果你被遣返，我就带小孩去找。两个家我都要，你不要逼我。我就是要逼你，要不然我跟他都会被你逼疯。对不起。你很残忍，其他也没关系，就去跟他住，以后自然管得住，现在以后跟你没有关系。子涵也是我的小孩。对，是你的小孩，你说那个阿妹想把他当自己的小孩是不是？你说什么呢？公公什么？被改天讲国语，等等我起身，我叫你讲国语。我现在就去问子涵，看他想要跟我还是跟你。不要闹！不要闹！小兰，立台，立台，我问你，你要跟我还是跟爸爸？我问你。